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树懒，澳洲本地的树懒。其实我很建议养树懒，因为根本不用去管它，一直都会有花开。你看现在就是今年澳洲雨水这么多，这个树懒一样开得这么好，根本都不用去管它，也不要担心它雨水会太多呀，太冷啊，什么都不用去担心，它依然会开花开得这么美，而且它的花期真的是很长，它是一节一节的往上开，没有停过的。所以说很建议大家拥有。其实树懒品种也很多，颜色也很多，可以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颜色。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。你看这个已经有种子了，但是要种子要等它成熟繁殖的话呢，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呢，基本上很难，因为它是要有点技术在那里才能繁殖出来，也是要时候，时候到了它自然会爆开。你要太早摘也不行，太晚就没有了。很健康的澳洲树懒，这个也有几个有花芽出来了，那是红色的。这种树懒呢，其实澳洲有些比较偏远的山区呢，都会有很多的，就是自然生长的，没有人管的，也很漂亮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想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请多加关注，谢谢。